介绍我们今天特别来宾，首先为各位介绍的就是我们今天请来的大师新兴王子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还有我们的美女罗碧玲，罗美美，见面了。我们年轻的美女，哎，方继伟，青春偶像何笃玲。哎呀呀！今天可热闹了，热闹热闹。我们这特别来宾，你看都这么大牌的，全部都站在这里啊。是啊。今天给你一个机会，赶快来帮我们大家分析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们来谈谈罗碧玲，罗美美。8月12日，狮子座。对，狮子座。今年运气怎么样？怎样？今年啊，嗯，其实我觉得狮子座平常啊。你要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火爆脾气，答对了。做事的时候呢，稍微小心一点，因为狮子座很迷糊。又答对了。对，稍微小心一点的时候，你今年运气应该会比较好。这样子会不会漏财呢？漏财啊！狮子座事实上都很大方，很海派的一个人。他做生意，他想赚钱。做生意的话啊，你要稍微节制一些，比如说该花是要该花的啊。那有些东西呢，你必须要想想说。还是要省下来，这样子，你懂吗？你懂吗？就是我们去的时候，你要请客就要请客。每次都是他们来，我就请客。哦，原来下次不能请。我们没去过，我们没去过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请，我是会去的。来，那我们再来谈方继伟。是双鱼座嘛？3月11日。双鱼座女孩子看起来哦都很娇小。她比较例外，因为她的运动嘛。有运动嘛？对。那今年打棒球会不会赢？好，一定会。